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紫水草堂。今天我们来聆一下这个黄庭坚的《廉颇蔺相如列传》。顺便通过这个贴呢，我们来分享一下补位这一个概念。那补位，你看这个廉颇者，这个者，这里就是一种补位。黄庭坚的书法呢，他对补位的这个概念呢，我觉得他是做的最好的。你看这个赵，这个部分走之底这一部分啊，他刻意有一点感觉朝者的这个上一个字的这个去叠啊，这种感觉呢，就像我们这个以前比较常见的这一种砌墙啊，我们农村当时都看过砌墙，就是我们砌墙是往上砌，而这个写书法是往下走啊，其实是原理是一样的，就是说能够通过这个堆叠，这个叠得更加的这个稳一点啊，就上下之间的联系会更强啊。这个黄庭坚是通过，他不是通过引带来拉，而是通过这种补位去堆叠啊。那比如说比较多的会堆叠到上一个字的空的地方去啊，空的这地方的一种气的这种堆叠气，比如说这它是一个长句啊，写到这个就好了。我猜测啊，黄庭坚在下个字他可能会这样去堆啊，感觉会去到这个地方去顶。这个堆叠除了往上堆啊，就是说下往上也有一种堆的感觉。你看这个堆到这里呢，这边它就是这里比较空了，那肯定这个字要偏这边走。好，你看又去补这个空，这里有个空，看到吗？然后我们这个它这个就是往这里堆了。顶上去了，然后这个你看中间这里它这个纹堆到这里来，然后它这个下一个字我写不下的这个王一样的连接的中间这个位置啊，偏左一点点，也是为了补这个空。然后黄庭坚的书法呢，它的墨色啊变化不大，它是通过提案啊，比如说笔画的粗细来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当时的这个纸决定了这个他们这个写字的这种状态。你看这个它补位不补了，直接连起来了啊，应该是个六跟这个年的一种连线，六年。你看这一撇，本来这个年也是正好一只撇，这两个撇它直接重叠起来。黄庭坚的这个，你这个贴呢，如果是临一段时间，对于你对这个章法的理解啊，帮助是非常大的。特别是这种连绵不绝的这种堆叠啊，这种感觉，所以也造成了一种黄庭坚的字，有些人呢，这个写起来的感觉呢，容易上手啊，其实并不是啊，可能是因为它的形式感特别强，有着这种字的这种空间的制造以及它的叠宕啊，做得比较好。然后我们就是学它这个一点点，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说十之八九，我如果像黄庭坚这样的章法，你学十学到一二，你就已经是高手了。你看这个赵，我们常人可能会写到这里来啊，赵将下这个将，然后我们他这个就往有一种意啊，这个意就往这个空的这个位置去，就有意无意的一种这种笔意啊，是往这个空去走的啊，造成了左边这个空。然后它这里其实这个是小的字，然后下面这个字呢，其实构出这个空，让这里来引啊。
然后你看下这个伐，下面这个字应该是伐齐吧，这个齐国的齐，这齐应该是它顶到这里来了，很细。你看一个字两个字好像写成了一个字的这种感觉啊，变成它的一种偏旁，就是说它这个字与之间的间距啊，要做到想它就甚至想做到零间距啊，负间距，就说往我们这个电脑，我们现在电脑有这种间距的概念是不是啊，就是我们字间距啊，它这个字间距把它做成了这种负数啊，就两个字叠起来啊，当然它没有去叠，那它去找空间去，找空间去堆叠，非常高明。你看它这个顶上来草书呢，我们临的时候呢要慢一点，因为它中间有很多跌宕的地方，然后这里来补好，这里也有空它又去补啊，有套路的啊，黄庭坚的这个套路你很好找，你一找找出来之后呢，你这个章法就很容易上手啊，如果学黄庭坚学一段时间，你写出来就很黄庭坚的感觉啊。这个静我下一个字它是阳吧啊，它我猜测啊，就这个阳，因为这个静这里是比较尖啊，我觉得在这个意也会阳，这个阳往这个空来去引啊，我猜测啊，当然它是另起一行的啊，就是说我如果是去创作的话就是这样子啊，你看在这里有个空，它往这里来移动，一种往这里叠的这种意，然后它这里下面又有空，下有空你看它又往这里顶，这就是黄庭坚这个草书的一个特点，就是叫我们用一个成语来说，就是见缝插针啊，见缝插针去插，然后插到这里来啊，这种绕线呢，我们可以拿过来作为这个训练那种转的实转的这种训练的专门的这种字，哎，这边，然后这里你看，它往这里走。啊，叠到这里来，又像一个字一样，你这三个字搞成像一个字一样，啊，这里明显它就往这里顶了，我们猜测一下，它就会往这里走。然后我们很奇怪没有？你看这个黄庭坚的这个草书，整篇看起来好像连绵不绝的，但是它真正连在一起的字不多啊，这里是一个，这里是一个，两个字连在一起的。两个字连在一起的真的很少，你看它这里又空开了，我今天这个写的还是比较快的啊，其实它应该再慢一点啊，又堆叠肯定去堆啊，叠到这里来你啊，其实这是一种补位啊，哎，这里空是不是上面有个透气的空，它去补，这就补位啊，下面又是它又是另起一行，那呢我们猜测一下，它肯定是往这里来顶了，是吧？继续堆，你看堆在这里，哎，这里很小的去堆在这里，好啊，这里这么小它也有空，那它要怎样要适应这个小的？你看它这里小小的。然后通过这里来拉空间，黄庭坚真的是空间制造大师，无论是从字法还是这种章法上面啊，你看这个人下面的人堆到这里来呢啊，他有这些套路啊。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就简单的这样分享了这个补位的这个事情啊，亲爱的朋友们再见。